淳朴。淳朴的含义是纯洁质朴，在许多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淳朴的记载。韩非子《大体》中说：“故治安之事，法如朝露，淳朴不散，心无结怨，口无繁言。”近代葛洪的《抱朴子·铭本》中说：“囊谷淳朴，巧味未萌。”文中解释了中世以来修道之人远离尘嚣遁入山林的原因，就是在于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当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时，逐渐的就会有失淳朴善良而流于巧诈虚伪，心灵不再像远古时代的人那么淳朴。曾经我羡慕高楼华厦，渴望金缕华衣，然而随着岁月历练，方知淳朴是无价之宝。一方小屋，几许友情，一套暗褐色的茶具，在黄昏洒扫庭除，煮茗待友，谈古论今，饥不知天之将暮也。没有猜忌，没有奢华，我心坦荡荡地迎接即将来临的明天。生命的真谛在于返璞归真，修炼的过程就是要通过信仰和修行彻底抛弃复杂的思想与人的观念，最后返璞归真，使自己的心灵内核回归到生命初始的纯真状态。古诗中说：“豪华落尽见真纯。”只有纯真与善良才是人的心灵中最为宝贵的精华。